了，姐妹们，今天来的那个吃的有点多。嗯，鸡腿，鸡腿，给我女儿吃。下雨了，木瓜丝，辣椒。哇，没带扣肉。好香啊，这是肺叶鱼腥草，少吃点啊。你吃这个吗？你看，你还会什么？好吃啊！我给我尝尝。尝尝是吧？你拿碗去。茄子，自己做的。好。辣椒。我自己煎的，火鸡面。不好吃啊？不好吃，让我吃。这有点辣，我不敢吃。我们在农村的话，都喜欢吃这个红红叶，你们有没有吃过？太好吃了，下雨了，收益不咋好。嗯，妈，你这个红面辣了。对啊，你尝尝吧。你尝一尝，辣不辣？